现在呢，给大家录一个视频，但是这个视频要说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是我在首张会那天答应大家3月份要推出的游戏，这款游戏呢被暂停了。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个人的能力可能没有那么足够吧，我跑过游戏公司发行，然后发现我没有办法现在以现在的能力把它推出上线，但是游戏已经做好了，为什么会3月份？就是做好，但是迟到现在我才会录这个视频，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，在尝试，抱有希望吧，说我能不能再努力一些，再去找一找，没准儿它就可以上线了。但是走到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但是游戏已经做好了，我又不想让大家看不到它，所以就录了这么一个视频，试玩的视频。好，我们现在试玩一下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logo，这个是游戏的 logo，然后形象也是自己设计。进去，现在呢就是游戏主界面的开始，登录，这个就是主界面了。然后特别要提的就是这个人物。大家仔细看，因为我手机录制的原因，它会抖，所以其实这个人物是会呼吸的，就是它一直在动，然后会眨眼睛。然后，因为游戏这个音乐风格的不一样，所以设计了三种游戏玩法，根据这个歌曲的这个风格设计的，界面也会不一样。有可爱一点的，有炫酷一点的，还有这种中国风一点的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通过你的这个游戏吧，然后解锁游戏的难度，从这儿闯关，它会有不一样。然后它这个是游戏你要达到的标准，比如说这个 combo 要连到多少才能解锁，然后在你玩的过程中呢，会有一个排名在这儿，赛季排名、周排行，就是可以看到你的排名。通过游戏过程中呢，你会得到这个积分在这里。你看我现在就是个土豪，这个积分可以兑换衣服，解锁衣服，这个就是你游戏形象里的衣服在这里。现在就是这个形象。然后还可以换，因为这些衣服都是我通过之前我穿过的，然后进行，二次元一点的设计吧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个皮肤可能不太像我，太白了是吧？好。然后呢，这个衣服还可以进行缝纫。缝纫的意思就是，你通过游戏赢得衣服碎片，然后碎片多的话，这个碎片，比如说这个，你可以缝纫一下，还有个特效。然后它就升级成绿色的了，然后就可以让它的这个游戏加成变多。这个加成从这里看，比如说 Miss 可以减2个，然后黑色西服的分数加0.5%，像这种。都是一件细节的设计吧，然后换裤子，它可以单换，就是可以通过你的不同的搭配，你可以自己随意搭。因为现在只有这一些，当时设计可能是因为我想的是每过一个阶段，然后不断的往里补充，这样慢慢的衣服就会越来越多。然后还有套装这一些，但是这个服装会有一个小 bug，比如说你从套装换到鞋，它就会突然变成这样，哈哈，这个就不给大家多做演示。好，我们从衣柜里出来，这里还有主界面有公告、衣柜设置我就不用讲了。然后公告呢，就是因为最初我想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，而是一个像我的日程。然后可能会有活动的门票，我都会在这里免费的向大家，比如说，排行第一呀，或者第二，我可以免费的向大家送几张票或之类的。好，那这个公告也介绍完了。其实最早设计这个游戏呢，我想的就是大家可以，融入到我的作品吧，音乐，
能够不光听，还可以玩。然后我当时想的是，它是一个很综合类的一个游戏，我的消息也会在里面，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游戏来交换你们的物品，比如说这有个商城，然后你们可以像周边呀，我的一些，我发的一些东西，你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换。然后这个游戏其实，这里还有增益，就是你每一局你想要的这个增益效果。来吧，现在就玩一局，玩这个。选择是恶还是恶魔？每个人的眼中都是黑色，存在着像颗苹果，褪去新鲜，味道不多。保持一种动作，好像时间从来没改变过。表情是我一定要玩到 combo 30，因为30会有个特效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重来一遍，刚才状态不太好。来，选择是恶还是恶魔？每个人的眼中都是黑色，存在着像颗苹果，褪去新鲜，味道不同。保持一种动作，好像时间从来没改变过。好，我要介绍的呢，就是刚才那个特效，就是在你的 combo 数那个次数，那个连到30之后会有个特效，然后更多的时候它有那个加分。所以，我要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，我换一首歌。换这个吧。它不同的风格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小设计在里面。对，然后你仔细看我手指这里，我点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很小的设计。这个游戏我可能没有玩那么好，如果说我也参与进来的话，我的排名应该是排不到这个界面可以显示的位置了。啊，这个上来怎么这么难？可以选择难度吧，好，就普通吧，因为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上一条太难的话，我估计不是我玩不好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很充分的。哇，你看我的手速，然后这里也是有小的设计感，它会根据歌曲不一样的风格，然后我也是特意设计了3种风格在里面。简单来说，游戏就是这样了。好，游戏视频的介绍就到这儿了。这游戏我最初设想，因为我现在的作品的原因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在游戏也没有那么丰富。但是我想的是，通过我不断的更新作品，然后可以把游戏变得补充的更丰富一点吧。就现在这个目前情况来看，可能要把它暂停了。但是我不想说，就把它就停在这儿了。我还会继续去努力，然后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吧，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些别的方式把它，真正上线。我不想说答应大家的事情，最后把它不了了之。所以呢，在这儿给大家道个歉，不好意思，然后可能要大家等等一下，不知道这一下是多久。